走入这片热带雨林中，一时之间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。看着栩栩如生的斑马伫立走道旁，角落的客人正在欣赏着猴子玩偶，如此新奇的感觉还真的是第一次遇上呢。其实这里是一间咖啡馆， Zoo Coffee 将动物园与咖啡结合在一起，从装潢布置到杯子上印的图案，可爱的动物都正在悄悄地疗愈我们的心。等到下一次假期来临，忙碌了一周的尾声，是否可以来这里坐坐呢？这间就像置身于丛林之中的咖啡厅，可是心灵上的游乐园呢。